你帮我离开，敢唔是为着要利用我？啊，这个社会哦，谁唔是利用来利用去啦？互相利用对大家拢有好处嘛。像你啊，为着要替你母子讨公道，敢会做了伤过头？啊，江中人即马凄惨落魄，敢若剩一口气呢？你若毋是赶紧做伙转型时，将就会休去。伊希望我的母子啊，我阁要替伊进行什么转型时啦？不过我真愿意安尼做，那是为着要救我的莹莹，那是因为我会当阁杀伊一摆。一旦害死冤仇人几啊摆，迄种感觉，要干哪当害死一摆，是阁快活几啊百倍。甲人害一摆都有够啦，你嘛莫笑过头啊！啊，讲到江中人啦，伊若转生变作别人以后，才会当解救你的子孙啊！而且万新兵嘛无可能甲迄个别人安怎，对不？也阁有哦，我会给你一笔钱。把你全家伙啊出国，重新升官，你看安尼是不是大家拢欢欢喜喜啊？啊！我想要哪做，不是你会当滴滴嘟嘟的。你要讲一摆，你江中人想要转型对什么人心上？叶永志、江超强，今麦乖弟咧看守所。江超强。听讲伊嘛讲伊安尼过来过去，看来当转型员我都要较辛苦淡薄啊。过去甲转型对江超强身上的江调令，搁抬一遍。啊，若无阮查某囝讲查某孙捡伊偏去，敢是伤过半面啊？那你真正是讲袂顺心，算数起来啦。啊，即嘛只有行一步算一步啦。你这个少的，到时阵嘛有可能改变主意，规家伙拢出国对无？各位免讲啦，你爱我甲江超强带来，我会想办法。啊，不过我需要钱嘛，需要人，等我各位好啊，我会通知你。我有替你准备一个所在，我你会当安心伫遐过过找人。较早你甲陈忠信迄阵人行入去的地馆，我甲伊包落来。伊外口故事讲，暂时停业，啊做个敢若内底咧中心装潢的款，其实内底无人。你若是要处理代志，会当去遐。你要来知影迄间地馆？江忠林捌去过，伊捌对我施展法术。伊就是挂，就是伊啦。伊知影代志，我拢知。原来，你就是江中人的分身啊！燕姐，万一我若帮助伊，死狗伊若做法，我变做伊的分身是安怎？这个人袂当留，绝对袂当让伊转心。好啊啦，你嘛小理智淡薄啊！你叫是讲时间快速遐尼简单，顶摆为了要控制你，母家吼虚咧咧，后来呢分心互我，唔只规人安尼软糊糊，甲普通人同款。为着阮莹莹啊，我啥物拢干，我根本都唔惊迄老妖精。对啦，安尼唔只有欺骗。我是希望江总咧，你会当提供我资金甲技师，啊若无，我咪让我裁掉，替你继续去对江中人。甚至是出伊的性命。好啊，哦，卖什么代志拢牵拖着我。老东西，你应该有本事啊，若无是带头走出来同即番，哪有可能会当包即间这么大的茶艺馆做秘密基地？哎，是谁给你赞助的？哥，你现在我就是无命。人甲上啊，亡命之徒有接触啦，甚至提供伊逃亡的资金和帮助，到底你想啥？
东山，你较冷静个。俊兰是我义弟，伊是家己人，伊是对我来，唔是针对你。你千万卖误会，吼、哦。那呢，你这义弟都是女鬼。你敢知影？现状，我今日去对付江中的计划失败去，都是伊甲陈文尧也阁讲笑我，带进攻过来掠我，阻止我甲江中人带走的。我向你挂保证，俊男绝对袂反背我。哦，这电话一定有甚物误会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多快先收来，好不？别紧张啦。我今日哦，就算讲是雷杰民主啦。以后叫你一个小弟，卖含是敌人还是家己人哦，拢慢慢分袂清楚。我知啦，当然无问题。你当物件拢穿到这一转，这个通知我，如今如何？哥啊！我是认为哦，尽量卖甲万条万这种无名之徒有接触啦。伊哦，袂甲你讲啥物人情义理，为着要生存，伊随时拢有可能反背你。干妹，阿姨，阿姨，我顶多认为，即个开阳就都杀人的计划袂歹。开阳借着万条万这只出头只，替咱出面除掉江中人这个顽兽人。啊，咱徛关山看马相杀，唔免负任何责任，阿爹有啥物唔好呢？阿姨，代志哦无遮尔简单解决啦。我亲目就看到万条万对江中人的手段偌粗残，那不是阮甲警察有够到位啊，一定不是啊，干呐？对毒鬼刀这样简单就准毒手，阿万不理解的过程中，万条万去伤害着无辜的人，啊，你的良心敢会得过？俊男，啊，讲来讲去，你就是第一替江家人第一烦恼嘛。这是万条万甲江家因的恩怨呢，是江中人一家事先去掠万生命的，欺骗伊的感情，伊去用宋小姐嘛是应该的啊。阿姨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无你是啥物意思？你只是面膜啊，生到甲江英团同款，但你也唔是尴尬的人啊。无关你的闲啊事哦，你就莫把迄无必要的感情放入去啦。有听到？阿姨，我无。你就是有。进前你大所大义，做业绩的报告。替陈文尧洗清罪名这件代志，我拢已经无想要甲你追究啊。后来江超越为着要查迄查鬼的代志，去便宜卢少怀，你嘛是替江家第一讲话，你一点仔都无顾虑，少怀身体是不是会堪的？无猜我这二三十年，我是安怎甲你当作家己亲人第一看待？你煞愈偏去外人遐去，你爱我安怎想嘞？阿姨，阿姨，你千万唔当怀疑，俊男对江家忠心，我相信伊绝对袂反背咱的。我向你挂保证，我对俊男这二弟有百分之百的信心。看嘛呢，要唔过我拄只听到的，俊男连你要甲万条万合作的动机，伊拢第一怀疑呢，甚至佫想要考卷你。促销对万条万的帮助。阿姨啊，那是阮的兄弟代啦，我向伊解释清楚，啊，得到伊的支持，唔免阿姨加操烦啦。江主任，这人讲话敢会算话啊？搁再讲哦，恁两个冤仇遐尔深的，伊即马是需要你替伊做这还款的代志，等伊专心成功了，答应你的代志，敢会遵守啊？啊，一点哦，免你烦恼啦。我会伫个边仔甲点条条，目睭紧紧看伊转身成功了后，将伊硬白有解毒，然后安怎？
你莫讲问候哦。啊，若无，我会互你继续困去，一直到黄文金出现。你唔讲我嘛知影，你要等伊家因个病符解除了，才对伊下手着。少年个，你想到位啊？一点哦，我无介意哦。你较冷静，我有办法会当救伊啊。你讲你有办法？我看你哦，惊到要死啦，讲到嘴甲全破，你哩是想骗我哦？我哪会当用我家己的性命去保护伊呐？我哪有可能替伊的性命讲生笑？你还相信我？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，莹莹妈妈，就是我上要紧莹莹啦。你唔知影，江崇会对伊下手，迄是为了要甲斗相共，会当摕到世界集团的股份，安尼对莹莹就有温情啊。转身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有温情人的血。江崇真有可能对莹拍这款的主意。这空中你哪个骗我？我即马就要吐死！你看你真正，江崇啊，即马死，莹莹嘛无命通活啊！这人讲话，那反击反倒啊！我无，是你唔知影什么是重点。你若即马去找伊哦，就是破坏一个布局，一个会当让莹莹继续活落去，搁让江崇仁转身失败的布局。你想我是解释清楚哦。当中你哪波都专心，那你王英的背后，什么人在解读？王玉清，哎，宋伟达，你别走的。这王文金本身都已经有江中人的分配呢，伊就等于是江中人呢。你哪波要让江中人专心，这王文金一定袂放你耍。安尼，我伊唔是更加无救啊！你较认真想看卖，你即摆认足着急，你着乖乖配合伊，等甲全身所有条件拢传遍遍，到时阵你着当面毙命，甲江崇仁压掉，搁逼王云金解除伊的白，伊着救啊！你敢有法度？我马靠伊做法，绝对无问题。然后咧？少来，我才来处理江崇仁，安尼我就完成人的会啊。江崇仁若死，王运金就解脱，到时阵阮金人的会嘛传遍遍啊，我就当专心，迄个会就是我家己。你刚也专心说的，我早就着江崇仁的法术笔记啊，我是足好奇啊。我捌试过陈通俊、林子倩、罗志汉，啊，佮王如奇，即届我一定成功。你就是我的周雨秋啊！我敢有讲要答应你啊？你一定会答应我。我若专心成功，欢迎集团就是我的。到时阵我摕迄股份，甲你、我、英的妈妈。啊！還有恁某丁慧娟，咱全部拢出国去享受，迄钱哦，食三世人都食袂完啊！若是安尼，若是阮应该当恢复健康，可以当甲这伤口的江中人拄着，这将是一箭在高。站吧！那呢？你的勇气是什么？陈文瑶，陈文瑶，要哪是伊？陈文瑶是江超越未婚夫啊，若是无什么意外，江崇仁即马一定把环宇集团交予王运金，还佮有超越管理啊。所以是讲，这陈文瑶佮江超越两个结婚，咱的环宇集团就等于是陈文瑶的啊。是啊，这我改。